喂，唔好走咁快啊！喂，小心啊！你撞到人，小心！你睇住跌倒啊！你係咪？喂喂，追佬，我喺度撞到你嘅。Justin 叫阿倫哥哥，兩叔叔。拜拜。喂，呢排搞咩？唔好搞啊！咪日日喺屋企搞 family day 咯。啱啱先搞完个仔嚟。你咧？你搞咩啊？啊，嚟紧帮总会拍条片咯，讲副导演啊，究竟系做啲咩咁样？我有听过。妈咪，副导演做咩噶？副导演啊，即系拍戏嘅时候咧，佢会好大声嗌 action 咁样咯，同埋好大声嗌放饭咁样咯，同埋好大声嗌收工啊！喂，副导演拍戏嗰阵，梗系唔系净系 action 啦？我喺你左边啊。Sam 哥，其实副导演呢个岗位所负责嘅工作一啲都唔简单。Sam 哥你好，叫 Sam 哥。Sam 哥，叫 Sam 哥。Sam 哥。嗱，其实喺制作里边咧，大大小小事情咧都关副导演事喎，就好似我哋拍紧呢场戏咁啦。呢场戏未卡嘅，我哋继续啦。嗱，香港电影里边咧，导演组嘅基本架构咧，其实分为第一副导演、第二副导演同埋长记，视乎电影嘅大细啦。有啲好大型嘅制作咧，可能会有十几个副导演。不如我哋读一读剧本啦。OK， 剧本，剧本。人来人往的中庭内，手上拿着赢得比赛冠军机械人大奖的 Justin， 一不小心与背着背包、手拿着咖啡杯、正在赶路的阿伦撞个正着。副导演收到剧本之后咧，就会按照剧本里边嘅描述，一一咁样列出咧所有每一场戏需要嘅嘢。跟住咧，佢哋就会同各部门，例如服装组啊、美术组啊，咁沟通协调。其实筹备期咧，仲有一样嘢系好重要，而且系副导演负责嘅，就系 casting 啦。就好似呢两位演员为例咁啦。小哥，我唔系好明白，你话佢哋两个系演员？嗯。即系佢哋唔系我老婆同埋个仔啊？点解会咁噶？点解会咁啊？话俾我听，点解会咁啊？讲俾我听，点解会咁啊 ？Sam 哥，点解会咁样啊 ？Sponsor 嚟嘅。我哋会根据剧本嘅要求啦，去为剧本里边嘅每一个角色咧进行试镜。份就系你份试戏剧本啦，入边咧就讲一家三口。副导演拍戏嘅时候咪嗌 action 咯。副导演啊，拍戏嘅时候咪大声嗌 action 咯。副导演啊，开拍嗰阵时大嗌叫 action。妈咪啊，副导演做咩噶？你副导演系咩都唔知，翻去吔屎啊！跟住揾出最合适嘅演员。唔好讲咁多啦，抽咗牌先啦，即时车牌身份证。你都做咩啊？抄牌啦，抄咩牌啊？抄牌啦，你安二嫂啊？啊，有套戏咧，我想揾你做 casting， 可唔可以留个电话？哦，好啊，唔该。你睇下 ，Sam 哥都抄紧啦，得噶，做戏嘅啫，演员嚟噶，我唔信，你唔信，根本我唔信。真系噶，我哋全部都系演员嚟噶。系真噶。嗱，我哋嘅工作咧就系将剧本里边嘅文字创作啦，同埋导演要求去令事情发生。咁而呢啲嘢咧就包括镜头里边见到嘅人啦、事物啦、气氛啦、道具啦、服装啦，甚至一啲我哋见唔到嘅安排。咁副导演咧就会将每一日需要嘅嘢咧去制作成一个导演单啦，喺拍摄之前发俾所有工作人员，确保咧每个部门都清楚拍摄当日嘅内容。咦？点解你无啦啦有嘢食噶？落导演单咪有咯。我哋食唔食得噶？我都冇開始明明地，副導演喺拍攝前期有啲咩做啊？咁我又想問一下，副導演喺拍攝當日有啲咩做咧？另外，副導演喺拍攝當日有啲咩做嘅咧？仲有啊，其實副導演拍攝當日係有啲咩做嘅咧？嗱，如果照佢咁講嘅話，副導演喺拍攝當日係有啲咩做嘅？不如我一次過解答大家問題啊！好啊，好啦，其實喺拍攝當日咧。副導演作為拍攝現場一定是一個總指揮，因為咧佢係最清楚整個拍攝的流程。其他部門就要配合副導演的安排去進行拍攝啦。
啊，我等間個鏡頭係由玻璃門嗰度見到去 lift 口嗰邊。咁所以我哋安排多手足喺玻璃門嗰邊攔一攔先。好嘛？咁呢啲係咪攔曬曬？嗰邊攔曬啦。哦。咁同埋個 lift， 我哋揾多個手足幫我哋 hold 住佢。哦，好好。唔係，唔好俾膠人入嚟。好，唔該曬。喂 ，Alice。係。對完到佢未啊？誒 ，OK 噶啦，我去 check 埋啲臨時雨嘅就 OK。好，唔該你。啲臨時做 Eddie 噶啦。咁我哋過去同佢哋講下呢場戲點樣企位。好啊。記得個手就要接翻喺手踭位啦，唔該。我哋睇一睇朱康個頭髮連戲啊，佢要連翻上一場戲一度前面嗰幾集。嗯，唔該。OK OK， 我有概念噶啦。咁我想問下副導演咧，聽日有咩做啊？咁副導演其實喺後日有咩做？啊，咁其實副導演今晚有咩做啊？副導演兩個禮拜之後有咩做啊？唔好意思，副導演生日。導演想請你過去水上下場嘅對白。哦，好啊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副導演啊，你幾耐冇嘢做？其實作為一個副導演咧，重點咧就係配合導演。咁當導演好專注咁去處理一啲主要演員嘅演出嘅時候咧，副導演就要協助去處理一啲主演以外嘅演員演出，即係例如好似係特約演員啊，或者係臨時演員咁樣。嗱，就以阿朱康同埋阿倫相遇呢一場 wide shot 為例啦，究竟點樣可以達到劇本嘅要求，做一個人來人往嘅環境氣氛咧？行啫嘛，有幾難啊？自己行咪得咯。唔係唔得，不過你咁樣做咧，好大機會會出現以下呢個情況。Action！ 又喺度撞到你，真係廢咗。阿老阿嫂，阿 Justin， 阿倫哥哥，阿叔叔。喂，哇，係喎，喂，你琴日飛埋搞咩啊？唉，唔識唔好亂講嘢啦，聽 Sam 哥講嘢，三三正正啊，唔該。排人小貼士。嗱，副導演排人咧，第一樣嘢要了解咧，就當然係要了解鏡頭拍攝嘅移動啦，同埋畫面見到嘅範圍。之後咧，我哋就要知道主演演區嘅位置同埋行位。跟住咧，我哋可以分前中後景咁放人。有啲臨時演員咧，我哋會安排佢一個特定嘅位置企喺度，我哋稱之為眾人，確保畫面裏面有基本嘅數量嘅人喺度維持住個氣氛。跟住我哋可以安排行位咧俾臨時演員啦。其中一個方法咧，我哋可以用咧，我哋行內稱之為 Q 博 Q。我舉個簡單例子啦，就係假設我哋有五個路人，我哋會簡稱佢為一至五號。跟住咧就各自安排一條路線俾佢哋。因為個鏡頭有一定的長度，所以我們就會用 Q 博 Q 這個方法去安排他們行的節奏，原因就是為了保持鏡頭裡面一直有路人這樣行。例如一號行到咖啡台的時候，二號才開始行，二號行到這個位置的時候，三號才開始行，如此類推。我哋仲可以配合拍摄镜头嘅运动，安排特定嘅行位。我哋会喺镜头两边安排一啲路人演员行入画面，甚至喺某啲特殊情况下，一啲出咗镜嘅路人演员仲会马上换套衫就可以行翻入镜。嗱，灵活运用以上嘅方法，基本上呢个 shot 咧，我哋已经有晒背景演员嘅行位啦。等先，唔好拍手掌住，我要爭緊啲嘢喎。係喎，硬覺得怪怪地啊！但係爭緊啲咩啊？我知啊，爭緊啲戲啊！冇錯啊，拍戲就梗要有戲啦。當佢哋安排咗行位之後咧，副導演就會根據劇本嘅要求去分配唔同背景演員嘅戲同埋動機。我哋係情侶，拍住拖行街。我約咗人趕時間，所以急急嘅。我行到好攰，咪休息陣咯。唔好意思啊，咁啊機器準備好啦，我哋準備試一個，麻煩大家起身跟落嚟。好，咁各部門有咩需要調整嘅，而家可以開始整啦嚇。咁搞好曬之後，我哋正式嚟一個。sorry， 想執少啲練氣。道具手中麻煩擺翻好個盆栽練咗氣嘅，唔該。唔好意思啊 ，Kiki， 頭先手袋係擺喺左手邊嘅，想練翻氣，唔該曬。嗱，練氣咧其實係導演組好著緊嘅一樣嘢嚟嘅，所以咧場記咧係需要影練氣相。
同埋咧記低演員嘅對白同埋動作，確保咧每一段戲唔同鏡頭之下咧都係連貫同埋一致。望住我講緊乜嘢？佢唔連戲啊嘛，等下出嚟撈咩？啊，不如同大家玩一個遊戲啊！不如大家睇下呢度有啲咩唔連戲，俾十秒時間大家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夠鐘。總括而言，副導演是一個充滿挑戰性的崗位，不同的副導演就有不同的執行風格，去協調、去溝通、去安排拍攝，同時間根據不同的導演、不同的製作預算、不同的班底去靈活變通，共同塑造出一個充滿想像力的電影。有人說拍電影就好像打仗，而副導演就是總司令。對於副導演來說，這場仗要打就一定要贏，要贏的定義就是盡力將每一部電影拍到最好。好，咁多位可以嗎？可以。可以。好，導演，咁我哋準備好啦，我哋準備正式嚟一個。好啦，預備。Roll sound。林剔一。隱恆。Action。